今天9月11号星期天，今天在圆山花博农民市集这边的活动，因为昨天是连续有工作啊，因为下个礼拜中秋节，这个礼拜昨天有上班日，所以花博农民市集人不多。今天礼拜天，今天是礼拜天，所以农民的应该是很多人会来看。那今天特别报道说，今天农民市集是台南麻豆文旦啊节农品特产品的展售会。今天这一周是台南麻豆文旦的展售及农产品的展售会啊。今天12:30到1:00是麻豆剥文旦的趣味竞赛，1:00是台南文旦的品尝，1:00台南文旦的品尝，1:30是文旦的特卖，文旦的特卖，2:00到2:30是文旦趣味活动，2:00到3:00中秋礼盒奏香月亮书的教学，3:00到3:20是每日一物民众可以来这边每日一物，这个变动东西非常便宜，拍卖的非常便宜3:20到4:20下午的是中秋礼盒家里书教学，4:00到5:00是舞台区。今天的花博音乐会是由萨克斯风加电吉他 MP3 乐团的演出今天礼拜天是昨天花博音乐会没有，今天萨克斯风电吉他加 MP3 乐团星期天的演出6:00就是每周抽奖。今天是圆山花博农民市集的活动表，我们欢迎民众今天有空，天空很清凉，跟着轮椅社长旅游到花博这边，那么大一片的花园，附近呢还有保安宫那个保生大帝，我们去跟保生大帝祈个福，还有一个孔庙你往北区这边发展，北区这边有还有台北市立的美术馆这边的活动也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在圆山花博这边还有那个马戏馆这边想吃异国美食的到这边马戏馆还有他们那边也有音乐会，下午2:30开始的音乐会跟着轮椅社长旅游去今天花博的今天还有珍宴馆还有个活动，花博珍宴馆是一个台北国际艺术生的国际艺术文化节，跟当代艺术文化它这两个单位一样，一边在珍宴馆办的国际艺术文化活动这边活动很多，欢迎我们民众来这边这边那个参观，来这边参观，跟着轮椅社长今天的活动就报早上的活动报道如此